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伦。那么今天要来玩的是《怪物弹珠日版》啦。那《怪物弹珠日版》呢，它刚出不久的《海贼王》呢，马上又更新了一个新的合作活动。这个我不太清楚是什么哎，呆哥巴尼杜，第一个试抽，那还有送一个免费50抽啊，那马上来抽吧。这次的角色的风格看起来比较像是动漫啦，但是我不知道，也有可能是游戏来的，所以就抽这看怎样啦。有抽到就算赚啦，没有抽到就中一些有用的角色也是不错的啦。那这个就没有这么要求啦，因为我也没有看过这个动漫还是这个游戏，还是这个是那个怪物弹珠自己出的那个角色，动漫角色之类的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可是看起来又不像。第二个石头，那既然他可能是看活动这么近，所以他才送这50抽的吧，我也不知道，大概吧。那希望是他送，那就啊，结果歪了，第一个就歪了。他送那我就看能不能收下啦。哦，有一个哎、欸，哦是这次的角色，但是这个我没有很喜欢的感觉。这个我这个左边这个看起来就有一点娘炮的感觉。哎、欸，但是他进化还蛮帅的。好吧，这个呢，这个我是没有看过。我主要原本是要前面那两只的，但是这只进化过后看起来也是蛮帅的。其实那一只是我最不想要的，因为有一个穿粉红色的，感觉有点奇怪，有点奇葩。马上说，马上就爆死了。不过有中一个洞什么的。那个我已经第三只了，日版。我日版梦为什么抽他抽这么多？第四个十抽，这次他算不是蛮佛心的啦，直接送了50抽。但是你有没有中就不知道啦，也没有保底。那个星之玉，这是琥珀吧？所以可能你抽到完都没有抽到也是有可能的啦。这是什么？没有看过耶。有兽神话吗？哦，总裁耶，这个不错，这个我喜欢。还有耶，结果四个都歪了耶，而且重点四个都是光的，傻眼，这是什么？哦，有兽神话耶，好吧，有兽神话就好。现在还有蛮多旧的角色都没有兽神话了，问为什么？做一个石头了，果然免费的东西就是抽的那么的快。一下子就抽完了，感觉好像没有抽到什么，但是其实抽到蛮多五星了啦，只是哇，结果又歪了，这个好像没有受神话，就是我说的其中一个，太久了也没有受神话的感觉。喂，四星了，四星了，我竟然还有星了。好吧，至少中一个活动的角色啦，但是五星是抽的蛮多的，也是算 OK 啦。好啦，感谢你们收看到最后啦，记得点赞、订阅跟分享哦。对了，是 B 站的话，点个三连关注我。我是阿伦，那我们下一面再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